城都破了，这些不知死活的人还在反抗。如果他们愿意打，就给他们设擂台，让他们打个够。这帮鼠辈，让他们偷袭，或许还行；真要设擂，恐怕就没人敢上来。不敢上来，就逼他们上来。封了这所有的粮仓，要想够粮，就要上台打擂。攻心战。 对，攻心战，让他们彻底臣服，就得让他们内心充满恐惧。只有让他们恐惧了，他们才能放弃抵抗。奇怪了，怎么这一个开门的饭馆都没有？哎，这位大哥，请问这些饭馆怎么都关着门啊？哎，兄弟。 哪还有什么饭馆啊？都让倭寇给封了。是啊，那么哪有吃饭的地方？想吃饭啊，要么你就去那些军营给那些倭寇磕头去，要么你就打生死擂吧。生死擂。 Yeah!
倒的六个人，是七个，六人当场毙命。擂台上的人什么来路？不知道，看上去只是个平常男子。大人，人马都在外头候着呢。我就是看看父子，把马还给他。带那么多人马干什么？又不是打仗。你们俩也准备凑热闹？大人，你要是觉得我们俩碍事儿的话，那我们俩就不去了。就是，叫上长野，带几个随从，走得快，天黑前就能赶到。好。不许围杀，我要把他打败在台上，不然我军颜面无存。可是这个人武功很高，武功再高也有力气用完的时候。继续上，不停地上，不要让他停下来。我说，你看咱俩今天酒也喝不了，菜也吃不着。这怎么了？这是谁呀？是啊，嘘，诸位，我们是少了一层兵。听我说，凡是不能打的、有伤的，立刻离开，找个安全的地方隐蔽起来；凡是能打的，立刻跟我来。好，走。大家都听着，立刻换上倭寇的衣服，记住，左手系上白布，在擂台处会合。号令一起，立刻杀敌。好，你们两位，立刻去焚烧倭军粮草。好。你是倭军将领，你是谁？少林，林展浩。林展浩，你就是林展浩？你怎么会在幽溪？我来收回幽溪。就凭你，你有多少人打得过我的大军吗？你往那边看看，你的主营被攻破了，牢里的俘虏已经全部被救出了。那边烧的是你的粮草。放箭！来不及了。Thank you.
元稹，赶紧撤兵。好，撤，撤，撤。将军，我们中计了。林展浩根本没有什么兵马，只有十几个僧兵，剩下的都是被他们救出的俘虏。他们现在在哪儿？正在往城外逃呢。追，借此机会杀了林展浩。紧点儿，总兵大人，早就听闻你用兵如神，这次啊果然是领教了。大人过奖了，现在倭寇已经基本溃败，他们应该会从山谷逃走。我师兄已经在山谷外设下埋伏，但是我担心人手不够。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派人去增援了。哎，展浩，这次咱们打了这么漂亮的胜仗，不知道是哪个倒霉的倭将被我们打败了。这个倭军将领我曾见过，是一女子。将军，山谷外也有伏兵，我军现在已经被前后夹击，快扛不住了。那就退回幽西，退不回去全被堵死了。还有什么路可以走？北边，只能从北边的山林小路走，那儿可通往闽清。好，撤，往北边撤。足利父子，对，他就是倭将领袖足利义时的独女。
糟了，怎么？先前因为倭军兵力超过我们太多，所以我安排的战术皆在退敌而非全歼。山谷北侧有漏洞，他们完全可以从那儿逃走。逃就让他们逃吧。大人，围攻倭寇就交由您指挥。那你呢？我去生擒足利父子。上寒，长野君，出什么事了？我们被打下山了，长尾千代被杀死，父子将军也被他们抓走了。看来父子将军输得有点惨呐。这分明是诱敌呀，怎么会没看出来呢？父子将军的兵力是僧兵团的十倍，恃强无恐，所以才如此轻敌。简直是胡来。哎，那现在怎么办？回去搬救兵有点来不及了，不如直接把他救出来。那我马上带兵去打探一下情况。好的。伏击你们的是什么人？少林林展浩。林展浩，区区一个林展浩，我还不至于放在眼里。Thank you.
父子将军，我们来晚了。来了就不迟。放人吧。凭什么？饶你们四条命。就凭你？就凭我。父子将军，你稍等。
你输了。要落雨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半年前你还是我手下败将呢。那是半年前。念在你我兄弟一场，今天我不杀你。就算我今天不杀你，可你以后别再逼我杀你。仅仅是一招，林展浩的武功已经进展到了这种程度，现在他打我就像半年前我打他一样。带了多少人？60精锐。继续追。我就不信这60精锐打不过一个林展浩。柴羽立信，什么人？少林，林展浩。我认识你吗？我会是你认识的最后一个人。你说什么？我从泉州特地赶到这里来，取你性命。正好我今天没有杀人。就你了！错。
什么功夫？夺你刀的叫金灭抓，打你的叫多罗叶指，杀你的是燃木刀法。你死在三种少林绝学之下，不远。听说西晋的战事常常受阻啊，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？是一群少林僧兵，他们频频出动，令我们受到很大的阻碍。而且他们并没有出动主力军，而是一支精锐僧兵组成的机动部队。少林，现在少林还有什么高手吗？有一人叫林展浩。林展浩，就是杀死直江错的那个和尚。没错，就是他。不过他不是和尚，是少林的俗家弟子。他曾在闽侯输给了三支乱部，但是没过多久他又重新集结了一支更加强大的军队。他这个人既懂兵法，又善于摆阵，军团中也有许多的将领与他交手都以失败告终了。他这么厉害？不仅如此，这个林展浩武功也相当的厉害，听说已经有数名高手葬送在他手上。父子啊，在。父亲，你带兵西去，要小心这个林展浩啊。我倒想和这个林展浩较量较量，看看他有多大的能耐。父亲，应该让我和他正面交锋，我一定会灭了他。你未必是他的对手，不许冒险。是。过几天差役立信就要到了，我会安排他带着兵和那个林展浩交手。大人，为何要让柴羽立信出手啊？我对这个柴羽立信很有信心呢。我认为无论在兵法上还是武学上，都能轻易地胜过这个林展浩。柴羽立信又初到我们兵团，我这样安排也是为了帮助他在军中树立威信。属下明白了，但是三支乱部就在闽清驻军，近期又频频报捷，而且他也打败过林展浩，要舍近求远让其他人去对付林展浩的话，会不会……三支乱部的战绩我一直很满意，但是他毕竟是个汉人呐，起码现在吧，我对他还是有些顾忌的。报，将军，出大事了，出大事了！
这是少林的燃木刀法。燃木刀法是少林绝学刀法之一。听说这种刀法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在枯木上砍出数刀，令其燃烧，故此得名。这么厉害？如果要真是林长浩的话，那他的功夫我们无人能及。就在那儿了，长浩，前面就是渔村，倭寇就在前面，不足百人。不足百人？对，那就把他们全都灭了。走。好，走走走。师叔，战号现在岌岌可危，咱们不能坐视不管呐。当然不能不管，可我担心一旦出兵，倭寇趁机偷营啊。那该怎么办呢？哎呦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先去增援战号。也好。哥哥，啊，怎么样了？前去渔村的乡勇团快撑不住了。撑得住。过不了多久，右翼的增兵团就会去增援。那我们要不要增兵？有这个必要吗？乡勇团不过400人，我在渔村安排了2000人马。等僧兵团赶到，也已经被打得差不多了。我刚刚教过你，怎么就忘了？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们拉开。现在既然右翼已经出兵了，我们现在就去攻打他的右翼，要用重兵去打，在短时间内把他打下来。哼，让那些出营的僧兵无营可归。全军歼灭了！没想到这是倭寇的圈套。既然你来了，我们就把他们全部干掉。不行，我们向东撤。倭寇是三面夹击，就是要把我们缠在这里。我现在担心的是右翼，那儿的兵力不足。如果倭寇这时进攻的话，我们整个防线就被撕破了。嗨！嗨！师叔，跟他们拼了！拼什么拼？大炮，你听我的，赶紧向东撤。不许恋战，撤！走，撤，撤！
哥，明军的右翼已经被我们攻克了。渔村那边呢？情况怎么样？他们没有恋战，从东面跑了。我们三面围堵，最后还是被他们跑了。哼，他们还不算太笨。哥，咱们现在要不要乘胜追击啊？天快黑了，做饭。做饭。要是硬碰硬的跟他们打，我们怎么可能输给这帮倭寇？也就是中了埋伏，要不然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师叔，我们现在已经汇合在一起了，我觉得应该集中兵力发起反扑，他们绝对想不到我们会那么快反扑，我们一定能大破敌军。展浩，你还不明白你输在哪里吗？就输在战术上。这一点我们和直江措相距甚远，就目前无论我们的兵力和我们所在的位置都不占任何的优势，且不说反攻，就说直江措现在攻打我们，我们抵挡起来都相当的困难，更别说逆转战局了。那怎么办？难道我们要继续撤继续逃？就目前局势来看，撤兵是唯一的选择。什么？真要撤兵？对，全线撤军，撤出抚清湾。撤出抚清湾？我们从泉州到这儿是要保护抚清湾的，这才刚刚交上手我们就要认输了。师叔，展浩，我明白师叔的意思，他是怕倭寇反攻造成更大的伤害。撤军嘛，可以避免仓促交战，我们也可以得到休整的机会，找到合适的战机我们再战嘛。我没听过这样的道理，要是让出了抚清湾，出兵还有什么意义？倭寇不过是侥幸得逞，我们也只是丢了一个右翼，怎么弄得像全盘皆输一样？师叔，反正我觉得不能撤，绝不能撤。那你们的意思？这我们听师叔的。您决定？师叔决定吧。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，我们让他尝尝少林功夫的厉害。明军和僧兵被迫后撤了十里，看来他们已经失去了地形上的优势。没错，将军是今夜进攻，该怎么做你应该很清楚。我率忍者偷营，扰乱敌军。嗯，你连夜带兵从西面包抄，在半里外等候。是。上山一旦偷营成功，我会率本部兵马直接从正面攻击。记住，只打阵地战。明军一旦后撤，不要追赶。明白。哥，为什么不追？哼，该杀的杀了，该抢的抢了，追那些败兵穷寇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？Ah!
叔，师叔，师叔，我知道错了，不应该听你的，师叔。师叔，师叔，撤，快撤！老尊师，你快撤！撤，快撤！师叔，我带你回少林。师叔，多谢师叔。东西不算多嘛，哥，我的手下在茶馆里听说有一个商队刚刚离开不久。哦，是个多大的商队？不是很大，十来个人，不过他们的货可是满满装了一船啊。嗯，那你打算怎么办啊？如果哥同意的话，我想带一艘三桅快船追上去看看。这样的小事，你自己决定吧。嗯，你也该锻炼锻炼带走。是。
看到没有？打得他们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，有没有？有，有啊！参将，连斩号交代，一定要速战速决。东边还会有伏兵呢。慢不了，慢不了。倭寇才这么点人马，你看我带了多少兵马，搞死他们有没有？有。跪下。我让小倭寇看看我的气势，搞死你们！您看，他们不行了。参将，倭寇败了，要逃。追！是。哎，等。对了，先不追了，传令下去，全军面向东部山林摆出防御阵型，弓弩兵就位。是。得等到中午了，传令，全军缓速前移，靠近村落。是，走。果然来了。放箭。都快！哎呀，打的也差不多了。对了，那个小林那边怎么样了？哦，还没有消息。林展浩说了，要我们等他的通报，一定要等到直江厝变阵之后再进攻。那就等，下令全军做好准备。哎呀，小林说的都对呀！啊。他说倭寇会来村子掠杀，诱我们出击，你看有没有？有。他说东边林子里会有伏兵，你看有没有？有。这个小林要是说直江厝会变阵，那就一定有。将军，我们侧翼遭到了攻击。什么人？是少林僧兵。有多少人？不清楚，但是攻击异常迅猛，是从我们阵型后侧进攻，我们的阵型已经被冲乱了。传令，全军立刻转向，顶住攻击。战局正如您所推测，直江员赶到村落，结果遇到的是明军的伏击。上山长野在东部林区设伏，但被箭阵袭击。大人，跟您预料的
如出一辙。太高明了，实在是太高明了，整个战局都在您的预料之中啊。他的本部也应该受到袭击了吧？正是，攻击从侧翼开始，直江错正在变阵。哼，晚了，如果不变阵还能撑上一会儿，毕竟从左翼来的不是主力军，等他变完了阵，明军的主力就会赶到，他将腹背受敌，想不败都难。参将大人，僧兵团和湘勇团已经攻入直江错本部，逼得直江错变阵，展浩耀大人立刻发起进攻，先以箭阵射杀，再从南向北直接攻击，将倭寇逼至岷江畔。好好，传令下去，步云阵。按照原先的计划，刚一到村落就遭到了明军的伏击。上山长野呢？将军，将军，我们在东部的林中遭到敌军箭阵的攻击，伤亡惨重。将军，村落间全是明军主力，如果他们全力攻击，恐怕我们无法抵挡。三支乱步的，他的策应部队在哪里？怎么还没有出现？他应该知道我们受埋伏，早点赶到，我们就可以再抵挡一阵。将军，明军主力已经攻到本阵，我们已经抵挡不住了。哥，怎么办？将军，不如趁现在伤亡没那么严重，暂时撤军，等退过岷江之后，咱们再重振旗鼓。果不其然啊，直江错腹背受敌，已经难以支撑了。向北撤是他唯一的选择。没想到这个吴克尧还有两下子。大人，这个吴克尧我还是多少知道一些，他在领兵打仗这方面就是一个彻底的草包。一个草包也能把直江错打成这样？大人，探子传来消息，少林僧兵团在整个战局中一直在主导。少林僧兵团头领是那个罗汉堂首座杜信，他死了之后由一个俗家弟子接替，据说好像是少林方丈灵定的入室弟子，叫林展浩。谁？林展浩。他有多大？好像比您还小一岁。林展浩。长浩，吴克尧冲散了直江错的本队，这一仗咱们赢定了，把他们打过岷江那才算赢。是。嗨。
当作强行渡江，明军和僧兵团已经赶到，双方正在混战。下去。是。好。船在接近战场时，船上的弓弩手用最快的速度射箭，在接近人群时将渔网抛出，能套着谁就算谁。是。所有人攻击后在下游集合，重新回头继续攻击。是。所有的人在攻击过程中不分敌我，一律是目标。韩先，在，你跟我带着剩下的所有人，从上游江畔上下夹击。是。正朝咱们杀过来啊！人多少啊？不多，不多就打嘛。那个林长浩呢？他已经带着僧兵团追过江去了。啊，他不在啊？那我们应该算赢了，有没有？纸江错都被咱们追过江了，咱们当然赢了。那就是了嘛，都赢了，我们还打什么呀？保存实力。来来来来来，现在收兵，收兵，收兵。走，去，去。
直江错，你认不认得我？你不会记得我，那你还记不记得石井？石井西安寺，石井镖局。你给我听好了。我父亲叫林钦，我叫林展浩。林展浩，果然是你。当年你杀了我父亲和镖局所有人。连我母亲，她一点武功都不会，也没有放过。这么多年，我等的就是今天。我恨不得杀你十次、一百次。江错，我要你血债血偿。